26日，升级为奶爸的黄晓明首次在微博晒出妻子的孕照，照片中韵味十足的 baby 依旧明艳动人。当时的准爸爸黄晓明甜蜜地望着 baby， 幸福感满溢。黄晓明还将额头轻轻地抵在了 baby 的腹部，感受腹中孕育的小生命。黄晓明表示，没别的，就是觉得当妈妈太不容易了。Angelababy 代孕仪式在前段时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，现在黄晓明晒出孕照，也让网友们在评论里大呼痛快，纷纷表示说 baby 代孕的打脸了吧。